我的前一首歌《夜行的黑猫》，前一首歌是《Don't Touch》，然后因为我就正好在那个后场那里等待着上场，然后看到 Kiki 前辈，哇，就是全程看到他对跟我对视，因为我就在看电视。爷爷，这是错觉，错觉没有，因为真的很近，然后就觉得他一直哇，然后我完全接下去我要表演了，我自己都就是。怎么说，就完全没有心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整个人真的脑子里面全是他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他可能在背歌词。不是，他的那个表情控制的也太好了吧，然后就是在我上场那一刻，我脑子里面还是他那个眼神，就是他给了我好几个眼神，就是让 你就是那种就是30,000人的演唱会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。真的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学到一点点东西，就是他的眼神我有尽量的去使用，但是我发现自己使不出去，眼睛大小问题了。哦，可能是对。然后对，我还蛮喜欢他那首歌，他的表现，因为在彩排的时候就哇，整一个气质气场就完全不一样，就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然后特别是他穿上那一身黑色的旗袍更好看了。